耶稣的降生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已经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商品。圣诞节的主角耶稣降生马槽的意义也渐渐被人遗忘了。因此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时代格外用心地把耶稣基督降生的真理传扬到世界各处。看看你的周遭，哪里是你可以传扬的世界和角落？你或许可以透过科技网络传扬给你世界各地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近距离的生活圈子里和你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好消息。为什么耶稣的降生是个普天同庆，是个值得传扬到世界各地的好消息呢？因为耶稣是上帝自己，以圣洁和尊荣的姿势彻底谦卑自己，
以人的身体来到这世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重要真理，也是好消息的内容。成为肉身的耶稣有100%的神性，却也是个100%的人。对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的我们，耶稣的降生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止如此，还赐下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我们享有尊荣呢？但愿我们领受了这份救赎恩典，一生甘心跟随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5:17-18。Thank you.